次的年度总冠军赛，与风阳老师合作的郭雅堂以进步神速的舞技让他暂时排名第四。然而面对强敌环伺的庞大压力，为了让郭雅堂的分数更上一层楼，风阳老师对他的指导也就更加的严厉。你要保持你的脊椎在哪边，给多少脊椎跟着移动，你就不会去摔倒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这节他推过来，这个是跟过来。不断练习，却始终找不到方法的郭雅堂，在紧迫时间的压力下，让他着急的方寸大乱。他如果脊椎没有保持在一个垂直的想法上面，只要任由他的身体歪东歪西的话，那他就很容易会摔倒。完了，不要倒下，往后摔，小心。做到肉还是做到骨头？那超痛。风阳老师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在郭雅堂身上了。摔倒在地的他虽然疼痛，但是还是强忍泪水，努力不懈地持续练习。只是需要克服的不只是生理上的疼痛，后面还有更大的难关等着他，那就是蒙眼跳舞。蒙眼睛起来就是害怕，其实张着眼睛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找不到老师说的重心跟脊椎的位置嘛。然后我就觉得那我闭上眼睛更看不到啊，那我更没有办法，而且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我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嗯，你在这里。我晕倒，等一下。你会一直在一个很迷茫的状态，然后很慌张的状况下去跳舞，我根本就脚也踩不下去，手也伸不出去，就觉得好像左边右边什么我都搞不清楚。首次挑战蒙眼跳国标的郭雅堂，能够克服心理障碍与看不见的恐惧，超越国标史上同样曾经挑战过的吴敬文老师与李毅，呈现出更令人为之惊艳的舞蹈吗？你说我眼睛可以看到的那天，你会不会就是那第一个我见到的人啊？你从来就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，出现了，你怎么知道那就是我呢？我当然知道啊，因为你每一次出现都会伴随着我最喜欢的野姜花香，轻轻地摸着我的脖子，带着看不到的我跳舞，然后把我抱得好高好高，就好像一伸手我就可以摸到星星。我想我就快要可以看到你了，那天你会出现吗？我依旧会带着你最爱的花，所有的事情都会是一样的，不同的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彼此最美的微笑。吹一些风，能不能解放？生活有些忙，前世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恙？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忧伤，真叫人为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，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。
口轻声到我耳畔，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？除非你说离开我，你从不曾觉得上一个眼，能不能不怪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恙，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忧伤，正叫人为谢谢郭雅棠、黄凤阳老师带来的《永恒》。